欢迎来到内湾商圈，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我。可爱的机器人为新竹县长杨文科做导览，新竹县政府推动 AI 新零售智慧商圈，透过计划将在县内各个商圈里导入新兴科技。我们有智慧人可以跟他对话，可以了解我们整个商圈的天气以及各个景点跟美食是什么，设置十个智慧这个资讯站跟一个智慧的商店，每一盒400家以上业者把商品跟这些智慧的一些资讯整合到我们的行动装置上面或到线上去。以往民众出游前必须透过多个管道搜集相关旅游讯息，智慧商圈推动计划引进最新技术，不管是路径规划、景点介绍、住宿、美食购物、最新活动等资讯，民众透过平台就可以一手掌握。所有的观光客到这边来非常简单，你只要运用我们这样的一个资讯站，你可以得到你应有的资讯，你到哪里都方便，你想做什么都方便。 AI 新零售智慧商圈不但要为新竹县旅游创造新气象，更期待能够活络观光人潮，带来更多商机。记者综合报道。感谢